有你知道带着电，带着电无，带着电。有电啊！大概十秒咯，停咗。Yeah.
要看的六。其實學校係咪真係有打牙嘅情況？即係我哋見到可能校友都提到，即係以前。
其實以官校為標準嘅話，就唔算特別多嘅。咁我哋係有一級嘅同學係有一道圓融嘅門啦。咁其餘嘅班別就咁樣咁就暫時再同學校商討緊。咁希望點希望可以盡快都可以有一道圓融嘅一個嘅表達嘅訴求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喺開學禮度有嗌口號啊咁樣。咁都。嗰、那個氣氛即係有少少緊張，但基本上成段時間都係一個和平嘅。咁我都相信其實學校個反應都唔算嚴重。咁今日呢個人面係咪即係為咗係聲援翻即係連場啲打人？係啦。禮堂係咪真係俾你哋集會嘅學生用啊？係學校嘅領導用。咁你今日出嚟揭人面，驚唔驚學校追究你咧？學校追學校追唔追究講真。會擔心嘅，咁但係有陣時為咗好多，為咗嗰七條命同埋過千個手足同僚咧，我覺得就算我俾學校打壓都係值得。林鄭月娥尋日話撤回嗰個修例啦，其實對你哋今日行出嚟講咧，即係行出嚟嘅罪罪呢個人，其實會有啲咩影響，或者係有其他諗法？我唔覺得會有影響，因為我哋係有五個訴求，咁林鄭係。回應了一個啦，咁但其實佢都只係話係動議撤回啦，咁暫時未正式係通過為撤回嘅。咁我哋亦都非常希望政府係可以盡快係真係撤回啦，而且係聆聽埋其餘四個訴求，而且根據中文大學嗰個嘅研究啦，就係話有成95%嘅人咧係覺得成日獨立調查委員會係依家先嘅先決條件咧。一個嘅撤回嘅方案啦，因為撤回方案其實喺嗰個百分比度只係佔咗80%嘅。其實佢話要同即市民對話，話會落區啦。你自己同學翻嚟想同點樣對話？覺得呢個水太可唔可？我覺得如果佢真係有事想同示威者傾嘅，咁我覺得佢應該仲要問示威者嚟嘅，因為其實我哋呢一個運動其實係真係好大群啦，咁每個人都只係代表住自己去發聲嘅。咁如果林鄭真係要落區嘅話，佢亦都唔應該去揾某幾位嘅前高官啊咁樣去代表住咧，而應該自己親身去聆聽每一位示威者嘅訴求。其實如果佢回應咗五大嘅訴求之後，我諗好多示威者都會除低自己嘅口罩喺煲底度啦。再一齊嚟商議。對於尋日佢即係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自己覺得即係點樣？我覺得係憤怒嘅，因為其實獨立調查委員會可以查明咗成件事嘅真相啦，可以知道其實警方係有邊一個，即係可以查到警方有邊一方面係有出現濫權嘅情況，可以出現會有一啲嘅暴力嘅。如果發生啦，咁如果佢唔成立嘅時候，其實只係繼續縱容住警方去繼續去將佢嘅行動去升級。咁我哋都見到喺8月31日咧，警方都可以喺地鐵站度無差別咁樣打人，咁情況就好似7月11日嘅事件一樣啦。咁我哋好希望如果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可以追究翻警方嘅責任，而且還翻一啲無辜嘅警察一個公道咯。咁你頭先提到話校方有啲行幾打壓行動啦，你點樣評價校方呢啲行為咧？我覺得其實佢唔算真係好打，即係好打壓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咧，就禁止我哋打波啊咁樣啦。咁我覺得就佢即係學校作為一間嘅官立學校，咁佢有佢嘅有一個即係佢有呢個行動，我哋都唔能夠講啲咩，因為始終佢都係即係做咗嘅，即係就做咗點同學，你中幾？中你都成功，成功，成功，正常。陳志堅，唔該曬，唔該曬。你咧？成功。梁麗同學，唔該曬。
救生，其實點解今日即係作為救生都會翻嚟參與呢個活動？今日主要翻嚟都係想支持翻我哋依家喺在校嘅學生，就係即係點解有呢、這個能夠表達自己意見呢個機會？因為其實九月三號嗰陣時，我哋就出現咗一樣嘢，就係其中一個班房嘅校門口係黐一啲 memo 紙嗰陣時，就喺校方以白色紙去遮蓋咗佢黐嘅啲 memo 紙啦。所以我哋就希望翻嚟支持翻在校學生。咁你認唔認同學校係白色恐怖咧？即係打壓學生表達意見之後？其實我會話遮白色紙呢個方法其實已經係打壓緊言論嘅一個行為。咁係咪去到白色恐怖呢個層面咧？我仲未敢講。呢、這個就要問翻在校學生會比較清楚。咁林鄭尋日就話即係應承咗第一個訴求啦。即係你哋收唔收貨？你覺得？我覺得係唔會收貨咯。呢啲都係一啲語言藝術咯。我會話。其實都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大家都有眼睇。呢度啊，你希望望區啦，即係望區同市民對話啦。其實你覺得即係啱唔啱咧，同埋即係點樣做，你哋即係先至對到話咧？其實落區呢樣嘢從一開始應該做，而唔係依家先話去落區，區同市民對話，依家先講呢個條件出嚟就係一個極度唔適合做法嚟嘅。點解你咁覺得佢係唔適合嘅先？其實落區同市民對話呢個從一開始應該已經開始做緊。你身為一個特首，或者你身為一個高官啦，你應該係服務緊香港市民。但你同我講，你依家先落嚟對話，咁其實之前一直以嚟，你究竟係為緊邊個服務？你之前究竟係聽緊邊個意見咧 ？OK， 你貴姓？姓洪。姓洪。洪。洪。洪水個洪。哦，洪水個洪。想問下，咁你幾年畢業嘅？2017年。2017年。唔該曬。
對住街啦，或者係對住街坊歡迎啦，而佢哋遮蓋咗嗰條牆，白色紙遮蓋條牆，係啦，同埋想佢哋想喺我哋嘅，即係想我哋唔好擺喺包房外邊，唔好俾低層級嘅人睇到啦，同埋仲有就係、是要我哋要求我哋咧喺班房入邊整，只喺班房入邊嘅壁報板度整啦，而唔俾我哋同同學宣傳同埋話俾佢哋聽香港發生咩事，因為好多低年級嘅同學都唔太知道發生乜嘢事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喺學校嘅公開嘅地方可以有連無牆。你而家咁樣企出嚟咧，其實怕唔怕學校追究？唔怕。點解？唔怕，因為而家係和平。所以我覺得佢冇理由要追究。咁你之前舉行嘅集會，校方批唔批准？我哋舉行咗集會嘅，我哋下課集會都係唔被批准嘅，所以我哋只可以用可能嗌口號啊，或者靜坐啲方法嚟表達我哋嘅不滿。學校方有冇同佢哋解釋過話點解唔俾你哋集會？佢話只係希望有一個和平寧靜嘅環境俾同學。去學習咯，咁佢又冇詳細解釋，佢有冇尊重過我哋意見啊？我都未有聽到，同埋未見到佢哋有一個即係呢個態度咯，即係俾我哋話俾同學知，提高佢公民意識，令到佢哋知道香港發生咩事，佢都冇批准俾我哋。咁今日之前呢個即係話即係計劃提出今日嘅校方嘅話，你我哋有。會派代表或者公開咁樣同校方對話嘅而仲有咧就係、集會方面咧，我覺得佢哋嘅態度咧都係好非常強硬，即係佢哋好難俾我哋，仲就算係一個公民學習日請嘉賓嚟講座，佢哋都未有一個態度，就係、是、一個軟化或者讓步嘅態度咯。咁連儂牆方面咧就而家就佢整咗所謂嘅守則啦，就只可以班房入邊啦，同埋有眾多嘅規則，同埋最後咧有一個條例，即係原則咧就係話連儂牆嘅上面嘅嘢，如果有爭議，如果係唔捨得嘅有爭議嘅話，就要向校方開會決定可要唔要移除嗰樣嘢。所以我覺得依樣嘢係威脅到我哋言論自由，即係我哋可能討論。香港獨立有關或者2047之後嘅前途問題都有機會係俾佢哋移除落嚟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守則係完全係唔合乎言論自由嘅原則嘅。會要求今日唔對話？我哋已經講咗會對話嘅，係啦，今日校方應承咗，係我哋收集完我意見，我要隨時同佢講話對話，係我哋提出嘅。定係俾學生定係校友都去？學生。學生，未有，不過我哋係見到六 A 班嘅班房嘅對住街外邊嗰對門咧，仲係白色，即係白色紙遮蓋住。同學，你貴姓啊？六。六同學幾啊？中六。唔該曬。唔該曬。拍到哭㗎！即係俾人批，即係話呢啲嘢係
覺得校方係咪打壓緊學生言論自由咧？覺得我覺得絕對係啦，係啊，我覺得我唔同其他學校比啦，我覺得淨係呢個時候學生如果已經唔好講政見嘅問題，我覺得係對良知嘅表達，對黑白嘅表達，我覺得係一定要有需要咯。無論係在校生又好，舊生好，我覺得勇於表達喺社會上都係，去到邊度都係，我覺得有意見就可以講出嚟咯。咁即係我哋香港咯。咁你即係林鄭尋日叫做釋出善意啦，叫做回應咗香港市民第一個訴求啦。咁你自己點睇咧？即係我當然唔接受啦。本來撤回條例應該一早就可以做到嘅事情嚟啦，如果唔係就唔需要香港就唔會發生咁多事情啦，依家咁多衝突、社會嘅撕裂，實在太多事情發生，我覺得絕對唔係我接受咯。同埋警方嘅方面冇可能咁樣去，我哋冇可能咁樣接受呢個條件嘅。咁林鄭講到明話，其實都唔會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即係你覺得即係仲會引發更多人上街咧？我覺得就係咯，反效果添。我覺得係。因為你冇辦法㗎，依家一定要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先可以解決到，都未必解決到呢個問題，但係係唯一個出路咯。你如果繼續靠呢個監警會，我唔相信可以做到啲乜嘢咯。以我對監警會嘅認知，咁即係其實咁佢話會設立一啲即係對話平台啊啲，你覺得你信唔信林鄭月娥咧？其實方向係好嘅，點樣執行先係最重要咯。即係正如，我如果要傾偈嘅，我哋三個 WhatsApp group 都可以傾到偈啦。但係睇下你揾啲咩人傾先係最重要咯，傾乜嘢內容先係最重要咯。咁你即係話或者咁問你願唔願意俾時間林鄭去即係逐步即係同大家？其實都三個月啦，我相信唔係淨係林鄭嘅，成個政府班子嘅都做到嘢嘅，係嘛？咁我覺得不需要再咁多時間㗎啦，我覺得要做嘅嘢就已經要做咗㗎啦，依家先嚟開始做，去修補呢個社會撕裂係太遲啦。好，唔該曬，想問先生點稱呼啊？姓梁嘅，梁先生，而家做緊乜嘢啊？做緊呢個食品批發。食品批發，咁今日本身係要翻工定放假？翻工嘅，朝頭翻工。我仲有翻工。好，唔該曬你，唔該曬你。Go!
以後啊，唔可以講啊，叫你哋食多五個，好唔好？好唔好？早兩日先同你講，係啊，佢哋好，係啊，係冇乜介紹下自己，今日呢度。我是我英皇的召集人，亦都是英皇书院的2017年的毕业生。今次的活动是因为我们收到校内的同学的通知啦。咁样我们的学校呢，我们的母校在过去那几日呢，咁就除了不给我们的同学办课之外呢，咁亦都是将一些我们同学的写了意见的 memo 纸的咁我哋就啲同學都黐咗喺呢一個嘅校門嗰度，因為我哋學校係歷史古蹟啊。咁我哋黐咗嘅呢一個嘅我哋自己嘅班房門口嘅時候咧，咁樣咧學校方咧就會話咧，用一個原因就係話咧，驚啲紙線咧就線到啲同學會跌落嚟，咁樣咧就用白紙遮蓋曬所有呢啲嘅面帽紙。咁樣咧，所以咧我哋收到呢張圖片之後咧，我哋好多嘅師兄咧都覺得咧，我哋一定要出嚟咧保護翻我哋同學們發聲嘅權利，無論佢係喺任何一個嘅陣營，任何一個嘅政見都好，喺學校能夠自由自主咁樣發聲，係每一個唔只係英皇人，而係每一個香港人應有嘅權利。咁所以我哋嘅救生門咧，咁就抱住咗今次嘅活動咧，就希望可以召集到更加多嘅有良知嘅學生同埋呢一個嘅老師出嚟，去捍衞大家嘅發聲嘅權利。據你所知係有老師參與嘅？老師就唔會參與，不過咧有一啲係以前係畢咗，即係離咗職嘅老師咧，係支持我哋今次嘅活動。我冇香港。我覺得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嘅學生都唔應該有一個被恐懼秋後算帳嘅一個風險。如果我哋要恐懼有秋後算帳，我哋如果要恐懼教育局或者辦學團體會記大過，會踢我哋出校，而唔去做一個發聲，而唔去做一個表態嘅行為嘅話，咁正正就係一個白色恐怖已經係香港瀰漫嘅一個徵兆啦。咁所以我哋更加唔應該畏懼，我哋更加應該要企出嚟，無論係任何一個政見，無論係任何人都可以企出嚟發聲，呢個先至係我哋真愛嘅香港，呢個先至係我哋真愛嘅自由。據你所知，其實校方對於你哋即係同學仔發聲啊，或者即係想喺校內有啲活動嘅取態，有呢一個嘅班代表有同我哋講過咧，尋日校方同班代表會議開咗會，咁佢哋嗰個説法就係咧，校方就更正咗佢哋個對於同學們黐 slogan 或者係一個嘅發言嘅一啲嘅準則，咁樣咧就例如咧呢一個香港人加油啊，齊上齊落呢一啲係冇問題，但係如果去到黑警橫眼，又或者係呢一個嘅鼓吹獨立嘅成分咧，校方係嚴厲會禁止咁樣嘅。我哋聽到同學們話翻俾我哋聽嘅消息就係。但學校除咗呢個人，即係除咗人面呢個活動，即係校內會有其他嘅罷課啊，或者係其他嘅示威抗議啊。以我的理解來講，其實校內的關注組呢，在這個的月初成立了之後呢，其實不斷也都是跟這個校方啦開了幾次會，但是到了現在仍然未達成一個的共識，而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呢，其實在這個的校方是安排了禮炮給我們的校方是做一個咁樣咧，所以咧，我哋作為校友咧，我哋都希望咧，校方係可以至少補救2014年嘅錯誤，破解2014年已經係一打壓我哋嘅錯誤，都可以俾我哋校方好好做辦學習。點解去到今日要堪聲而止？既然連呢一個嘅同樣係官校嘅黃永書院都做到，點解我哋英皇書院係做唔到嘅咧？係咪因為我哋有梁政協副主席喺度，所以佢哋就驚啦？今日同學仔話會同校長對話，其實校友有冇喺入邊去參與，都會去同學校校友有冇參與？係啊。到現時為止咧，校友係冇參與，因為我哋校友關注組咧嘅目標仍然係咧希望以學生為主體嘅。但係據我所知咧，有個別嘅校友咧，其實係有同校長同埋校方係有個別嘅聯繫咯。咁亦都係希望可以確保翻我哋同學們喺校內嘅一個嘅自由發聲、表達意見嘅權利。即係而家佢哋連有家長信都唔俾我嘅理解係，即
想問下今日呢一個人年咧，其實校方知唔知道有呢個活動？據我的理解啦，咁就喺校裏面、校內嘅一啲嘅羣組啦，甚至係校內一啲嘅家長羣組已經有呢一個消息，而呢個消息係由校方發出嘅，所以我相信校方係一定清楚，我哋今次係有呢一個活動嘅舉行。有冇話即係禁止你哋㗎？即係冇話禁止你哋去做？據我所知，校方冇作出任何表態。咁佢就冇表達任何正面或者反面嘅意見。先都見到有啲其他大學校嘅同學仔行去嗌英皇仔加油。你認即係知唔知係咩學校啊？同埋即係外國啊，少少點睇？我頭先所見啦，見到好多嗱，咁就係即係一路以嚟都係我哋隔住個興漢道咧，咁就每一日翻學放學都知啲啦。咁我哋咧作為友校，我哋咧我哋兩間學校之間嘅關係咧都非常之深厚嘅。咁樣咧對於佢哋嘅激勵同埋鼓舞咧，我哋係非常之振奮嘅。咁我哋都咧係會以咧不輸佢哋嘅陣勢咧，我哋咧係會迎接今次嘅戰爭。香港警察，我知啦，香港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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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打壓嘅啦。同學們咧就私信我哋我哋個，因為我哋係官網嘅群組嘅，咁樣咧有呢一個嘅同學們咧就發翻 message 我哋咧，就話俾我哋聽學校有類似嘅打壓活動，無論係呢一個嘅開學之前嘅學習會嘅安排啦，甚至係開學之後係用白紙遮蓋呢一個嘅學生喺連龍牆面上面寫嘅一啲嘅字句，係全面遮蓋，用白紙嚟遮蓋，我哋會將呢一樣嘢覺得係一個白色恐怖喺學校瀰漫嘅一個象徵。
代革命，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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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時代革命，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時代革命。時代革命，時代革命，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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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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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時代革命，只有暴政，只有暴政。Fight for freedom! Fight for freedom! Fight for freedom!
王仔加油！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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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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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暴政，没有暴政，没
有抱抱，只有抱死。香港人，加油！加油！加油！时代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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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革命。时代革命，时代革命，时代革命，时代革命。准备了喂，时代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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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一不可，决一不可，五
大訴求，缺一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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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五大訴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五大訴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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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一次你时代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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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時代革命，公共建國，時代革命，公共建國，公共建國，公共建國，大家加油，大家加油，时代革命。
時代革命。No!
神思道行，神思道行。上床。
英皇仔大又初經英皇。哎呀，我哋啲學生嚟 ，I fly 哎呀，邊扎都係有好老嘅男人聲。有。你記喺咩啊？我記喺西邊街。嗰邊咧，嗰邊。我問問你。係啊，咪叫肥魚啊，就係長官，長官即係長洲運過嚟。呢件好堅喎，呢件唔好堅喎。撞假狗啊！我想問一下咧，個口罩咧係呢一條線咧，係應該喺出邊？其實我唔知道，是但啦。唔係你。哦 shit！ 咁即係我唔啱。你掉線咗係啊？佢一開已經係咁嘅節奏。係啊，就係咯，拍咗條嘢，出咗奇怪。有啲型咯會。有啲型。係，即刻大聲嘅時刻。咩？今日唔出？你出嚟先喎。係我喎。唔係有一個特別嘅家族。唔係學生代表，係校友嘅全部。校友。好，大家靜啲啊！好，簡單回應翻頭先各位傳媒嘅提問啦。咁第一樣就我哋都係按翻即係教育局嘅立場，應該當中啲關於罷課嗰立場啦，希望學校唔希望啲政治議題帶入學校，不過我哋都。即係唔會反對在學校的課堂啊，或者學生討論呢啲嘅議題啊。不過咧，就以一個嘅平和啦，即係理性啊、多角度嘅方法去討論事件啊。咁第二樣你都提到話，今日參與嗰啲同學會唔會受罰咧？絕對唔會，我哋都會咁樣樣。咁我哋都即係繼續會同學生保持溝通咁樣，大家有咩嘅要求啊，同埋咩嘅諗法？頭先有學生就話咧，即係參與罷課咧，有未學校記低學號啦，係咪有件咁樣嘅事情？絕對冇，同埋我哋都冇學生喺開學之後咧，都冇學生咧係要求話罷課嘅，所以絕對冇話記低學號啊或者學生名嗰個情況，絕對冇。其實教育局就會向校方問一啲學生嘅名單啦，其實英皇書院係咪會交個名單，即係交會？絕對冇呢個咁嘅要求，如果冇咗呢個嘅做法。但係點解會用即係學生我哋講就話點解用白色嘅紙去？不過我哋都體諒到學生還對呢啲嘅社會議題有呢啲嘅訴求啊，咁我哋都冇即時就撕去咗，咁我哋就喺當日咧用啲紙遮咗。其實第二朝咧，我哋立即同學生開會，希望佢達成一個共識咧，就點樣嘅方法容許學生我哋歡迎佢，我哋再約時間。聽日其實我哋喺琴，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 ，thank you， 唔該曬。校長你唔好講，但係而呢一個數字，我係好確認關注組嘅同學喺開學之前。是有傳達到俾你嘅鄧校長，但係你係拒絕咗㗎。嗱，頭先我講咧，喺開學之後，我哋見到佢面紅之後咧，係冇學生。你講錯啦！2014年可以咁樣做，點解黃仁勳可以咁樣做？佢哋係官校，我哋係官校，點解你做得？